Hello， 大豪情，那我们今天转一下我们的神回避四啦。那上次基本上的话，哈，我们已经玩完了这个第一章节了。那目前来说都还行啊，就缺了几个，我们试一下再把它慢慢的弄完。那我们就直接继续屠戮哦，我们就是继续一章一章看。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有六个章节吧，哦，那我们就把它给慢慢玩完。第一个是个奇拔回避，什么剪头发是不是？来看一下奇拔回避。这应该是剪头发剪烂的或怎么之类的吧？来看一下哦，他在睡觉，然后有什么东西可以拿？这个吗？电动刮胡刀，电一下，刮一下，然后嘞，啊，靠，哈，变光头了，什么意思？笑死，他怎么突然变光头？哦，这个杂志给他，这样吗？看一下，嗯，他懂了，然后喷一喷，他哥会变什么？哦，有剪跟没剪一样哎，只是染头发而已吧？这样也不行哦，他不想变那么帅是不是？染头发也不行 ，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旁边有东西可以拿，滴滴，什么意思？啊！我感觉我这个海报给那个一定会出事，你们知道吗？一定会出事。我看一下哦，这个可以哦，这个可以拿，然后这个给他，对不对？给你，不是吗？不知道点这个滴滴是不是？这可以拉开吗？不行。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？老哥，完了，我觉得不是这个哎，那一定不是，完了，哈哈啊，上面有柜子，应该拿柜子的东西，看，我就知道一定会变成这样子，笑死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哦，上面有柜子啦，所以柜子这边有哦，这个应该要先给这个吧，洗发，洗完之后，滴滴应该就会过来叫我们了吧。对不对？哦，滴滴可爱，什么意思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干，不是，我还蛮想干一件事情的，你们猜是什么事情？我想要去把那个滴滴的话，那个老板看一下，那老板会解出什么鬼东西？我们来看看好了吧，来。靠，我来看一下，滴滴要作怪了，各位，开洗开洗，来，应该还是找不到这个洗脸盆啊，来，然后滴滴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好，那会剪得跟旁边那个大哥一样吧，就是那种超长头发，来了，我就知道，其实这样也蛮帅的啊。我觉得应该可以用这个发型诶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关，来看一下啊。好，没问题。这边的话，接下来是第八关，是这个冻的回避。好，应该是太冷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冻的回避是火锅的意思吗？旁边有兔兔诶，给糖果，然后甜甜圈、饼干，好像就没了，没什么东西了。干嘛？我觉得一定这些一定不够，你们知道吗？一定有什么地方可以按，一定不够。好啦，开门，给你。这是什么外星人啊？他不要糖果，他要火锅是不是啊？看起来很像要火锅的感觉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不要糖果也不要这个东西，那到底要给他什么？还是我们可以一整盘给他？也不行啊。没有其他东西了，你要啥？饼干？不是，不是，又被丢了。到底要啥啊？啊，上面的柜子也没办法开耶。完了，这关稍微有点难了，各位。来来来，我觉得把所有的饼干放下去都不是啊，这柜子也没办法开啊。大哥们，不要在那边聊天了，外面有人啦。外面有人，我们直接去开嘞。
啊，我们不给他东西好像就没事，是不是？我们的饼干给过了，甜甜圈他一定也不要。对啊，哭啊！他一定是要吃火锅啊！但是这边没有其他的选项可以选欸，完蛋了！我先来看一下该怎么办。这火锅这一关开始有点卡了，没那么简单了。有哪边可以那个啊？这桥本身很吵欸，我的天！不是大哥，你有没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按？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在那边聊天了？还是我们应该要把这个东西拿起来，然后再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可以拿，可以先吗？不行先。我现在疯狂，有没有看到我的那个手指头疯狂一直在点地图？这游戏到最后都是会这样子。来给他们吃哦，给他们吃。然后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妈妈。妈妈把东西收回去。哦 ，yes， 这样就对了。哦哦，等一下，叫他进来吃。来来来来，挥钩挥钩，可以了吧？傻眼，哎，我还没吃哎。啊，把糖果跟饼干吃完之后，妈妈会送火锅。哇，完了，半夜玩这个游戏，好饿，我的天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这个洞的回避确实有点难哦。来看一下我们第九关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营养午餐回避，怕打翻。来看一下啊，咖喱饭回避，这感觉就要捡起来，然后擦一下地板，没问题。然后什么意思？糖果没了，不要让他再吃东西这样子。然后这边有什么手帕吗？放这边，拿到糖果了，很开心。虽然都不知道在干嘛，走起。靠！哦，没事，他滑倒了。好、哦，拿到糖果了，出来帮忙。哦耶！哦，我们一次过哎，可以哎。哇，完了！现在看他们吃东西，肚子都好饿。回避成功。我们来一个一个看一下好了。如果我们不那个直接走会怎么样？来，滑倒。我靠！那咖喱只有一点点哎，好像也还行。然后我们这边的话，看一下，他如果这边擦了之后往前走，擦了这个地板往前走，还会跌倒。然后我们继续走，然后没有人在那边看糖果啦，所以就不会有人来帮我们，然后我们就打翻了，完了，哇 ，GG， 笑死，还要用糖果来吸引他同学啊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下一关。好，下一关的话呢，这边是我们的这个什么？这是我们那个什么？哎，捕鼠器回避是不是？来跨埋姐，危险回避，捕老鼠哦。我们要变当成老鼠了啊！我们自己就是真的是个老鼠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干嘛？连猫都可以直接弄我们哦。哦，所以这边的话，直接就是点那个启示的话，它会直接走出去啊，所以不能哦。那这关这个老鼠可能比较麻烦一点点，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。小车车，十块硬币，什么意思？我可以先用这个把这个戳掉吗？不行。然后十元车车，这是要给猫的，是不是啊？完了。哦，有。然后直接走出去。耶、yeah! ，成功了。哦，这一次就比较简单一点点，然后直接回避成功，还行还行，没到那么难哦，简单的，简单简单。哎，我不是我按错了，我要回到那个其他，然后这边就回避成功了。不过它还有其他的这个，就是四个这个图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先一样。哎，诱惑的我还没有先呢，所以我直接跳关了。我们这个诱惑的这个回避还没有回避过，蛋糕，这个。天使说不能吃滴滴的，然后这边恶魔说我就要吃滴滴的，然后打电话看一下吧。打电话再叫蛋糕。哈？什么意思？我妈不让我吃，我妈说他妈吃这么多，
完蛋了，所以打电话不行哦。那就什么意思啊？哇，我妈又来了。哎，那这关要怎么办？这关好像有点难哎。这关你叫蛋糕过来也不行，然后那个直接吃弟弟也不行。完了。哦，你直接按右边就直接选那边了啊，所以他是选那个上面那个选项，就是你要选那个天使还是恶魔哦。那看来我们待会要选一下那个天使了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选择这个天使哦，看看，不吃，但是手又撑不住，完了。哎，不是哎，啊没得选哦，啊打电话也不行哦，这妈妈怎么一回事？不过我也想要吃两个啦。有什么机会吗？啊，完了，直接选到了，我不要这个，怎么办？弟弟，忍住！先打电话吧。可是打电话是不是就直接开吃了？完了，会被妈妈抓到，不行。这边没有其他选项了，哎，完了，卡关。我们看一下，这妈到底想干嘛啊？我自己买自己叫的都不行哦。电话，然后打电话过去我们就不行了。有什么选项吗？妈，救命！我好想吃，给他打电话。哎，会叫他打电话，哈哈哈，干嘛？为什么这个大字就那个了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那个大神仙一出来，我就可以克制我自己了？笑死！好了，还行。好，我们第二章节的最后一关，我们来玩玩看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来一个我们第二章节的这个最后一关哦。十二，这个是宝物回避，来看一下最后一关，快麦姐，看一下会有什么恐怖的挑战？有什么东西？选宝箱是不是？这是变身衣服是不是？哈，什么鬼？完了，看不懂。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穿正装打扮给国王他们看啊？应该是这个意思哦。来，国王的皇冠应该可以拿吧？有宝石可以拿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哦，他说我们要这个哦，他说我们要这个公主的这个绿宝石哦，所以是我们要论功行赏的意思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拿到一个宝物这样子。那这个 OK， 然后眼镜还有什么东西吗？没了。蓝宝石直接走。哎，干嘛？不行。哎，不是，哎，这是要求很多，哎，我不是拯救了这个世界吗？冲啊！所以这个也不行。那拿这个嘞？这也不行，完蛋。好，那看来只剩管家的那个眼镜了，各位，来，管家眼镜戴一下。哎，不行吗？给公主嘞，也不行。哎，给马。哎，我把他带回去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完了，不能点公主。哎，贿赂，贿赂他可以吧？国王给你，公主给你，他们都不要哎。我也不行带哎。哦，哦哦哦，红宝石。然后，这个不是要还回去啊？还是我们拿红宝石可以吗？哎，干，还是不行哇！这一关有点麻烦哦。可是我们可以拿到两个红宝石了，跟一个那个蓝宝石了，但是现在过不了啊，怎么难？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是先拿这个眼镜嘛，然后感觉是红蓝宝石这些好像都一定要的，所以还是其实哦，哎，这是猪猪啊，给你吗？你要吗？你不要，给国王他也不要。
塞这个眼睛吗？也不行啊。嗯，完了，我们给自己，我们就死定了。这是什么勇者欢迎会是不是？我感觉根本就没人想要欢迎我啊！哎，哦，哦，什么意思？放上去是不是？然后嘞，我们就没东西了。What the fuck？ 什么意思啊？给你，给国王，给你。啊，他喜欢，然后他把绿色给我们，是不是？哦，绿宝石，然后我们直接拿绿宝石，可以吧？在抓我，干！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搞毛鬼啊？干嘛、啊？我拿个绿宝石而已、欸，哎，什么鬼？不行吗？完了，很难呢、欸。这个绿宝石，这样给他，然后绿宝石给我们叠上去，这样吗？也不是啊，到底想干嘛、啊？我们不能拿哎、欸，然后是要这样吗？也不是啊，兰花，那我们点公主嘞，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对，点公主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。然后啥鬼啊？这边有一个花花的样子，花花是蓝色的，绿色花花，还有蓝色花花，然后还有红色花花。哦，要照这个颜色是不是？绿、红、蓝。哦，没问题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这个吗？这样才对吗？终于哦，还蛮难的，说真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一样回避成功啦。大家如果还想要看的话，这边应该会把它玩完了。我们现在第二章节完，接下来要挑战我们第三章节喽。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啦，我是奇奇片，再见喽，大家拜拜喽。